在这阵的爱寮桥下游亚溪的堤防基础，当年以来，被溪水冲刷几空，也使得堤防变甲真危险。另外，民众也定情讲明里的人啊溪排水沟，因为积沙严重，无法度来排水。经过地方定情，由机关社兵务参领馆长李明杰前往会勘，了解到毁损状况。馆长李明杰首先来到在这阵爱寮里爱寮桥卡，了解亚溪冲刷溪层。破坏两花红花基础的状况，已经危害到附近的田埂。在会勘过后，馆长也马上同意来进行整治。因为亚溪即个堤防拢做好啊，啊，就是伊的基础吼，叫挑空气吼，啊，咱来更加补补的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咱爱料理吼，诶，这个亚溪整治啊，啊，咱馆政府嘛一边要甲进来甲做做吼，啊，无即摆小钱唔开要开大钱啊，你即摆这个啊有这个这个叫掏空这个吼。无真严重，啊，咱来用按摩头骨啊补起吼，啊，相信嘞，这个冻土就阁冻真久吼。随后，观众李明进也来到公明里的人啊溪排水沟了解现况，看到狗在积沙，以及狗水淹过路面的痕迹，会当想到当时大水的状况是真惊人。因此，也伫地方民意代表建议下，要求管护干部处要加快上涵的集水量，才会当好排水顺利。咱来主席吼，吴大川吼。啊，甲咱社兵毛议员啊，真关心的吼，啊，个里长啊，啊，今日特别吼，带我来实地看吼，啊，我看看这样，不过做一步改善也袂使哩，决定爱改善，啊，所以咱县政府呢，请咱的水保科啊，有来设计吼，大概吼，这双涵啊，要甲做超两米半宽，啊，宽度啊米半安尼吼，安尼排水啊，可能就排开会出去吼，啊，较袂过淹水啊，这条野溪吼。啊，管理也看两三摆，啊，这无整治有影袂使哩。这等于呐水呐大，大路变河川，啊，河川等于就会淤塞去吼。这你看这边啊拢卡去，啊有诶掏空，这无卡掉顶座，这条排水沟就无得改善，以后影响这农民诶出入足严重。馆长李明进也前往北投社区探望当地居民，热情呼吁大家，若有啥物问题，或者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建设，拢有当来提出建议。记者金川，差不多。